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生老病死的现象，吉祥快乐之道，佛教徒的生活态度。第四章，生老病死的现象。第一节，生。生加地，佛陀在《大念处经》等经典把生定义为，诸比丘，什么是生呢？不论任何的有情，即在其有情的部列中，诞生、出生、入胎、再生，诸运的显现，诸处的获得，诸比丘，这称为生。中文的生有好几种意思，在我们佛教中所使用的生，有出生、升起、生命、生活、众生、多少生、陀生等等。其实这些生在巴利语的用法是不同的，而且大多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生不同。由于你们大多不了解巴利语原词的用法，可能造成误解或混淆，因此我们先讨论此一。一加地，三加地是指出生、诞生。二加地是指陀生过多少生的生或世。加地的过去分词为加特，例如我们菩萨过去世的本身故事为加特克。三巴地三地是指劫生。劫生是从巴利字根加上其含义所衍生的词，一般人从字面上不容易了解其意。劫生是指有情众生在生命结束投生到下一期生命的开端。有情投生最初的心称为劫生心或投生事。四吉瓦是指生命，吉维特是指命、生命或寿命。五阿基瓦是指生计或活命，也就是谋生方式。六乌巴德是指升起、出现，其动词为乌巴加提。七帕那是指众生，其实帕那一词是从呼吸衍生出来的字，一直有呼吸的众生及息生。其他相关的字有 Sat 有情， Bhut 生物是指已经生成的有情众生， Bhut 有时也指鬼神，特别是指夜叉等非人。我们应了解的是生老病死的生，其巴利语为加地。经典中经常描述证得阿罗汉果的圣者为，他了知出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应作已办，不护此界受生修道。清净道论提到了几种生，并解释对胎生的有情来说，生是指从陀胎结生的那一刻起，直到从母胎出来的诸运，也就是从有情众生投胎的那一刻起，直到从母胎出生的名色法五蕴。为什么生是苦？因为生是各种苦的基础之缘故。清净道论提到了以下几种：一、所处的母胎不净，有情生在母胎，是在胃以下、直肠之上、黏膜和脊椎的中间，非常狭窄、黑暗，充满各种臭气，非常恶臭且厌恶之处。
犹如生在五鱼、虎败乳、乌池等之中的蛆虫般。胎儿在母胎的十个月期间，肢体无法自由屈伸，由于母胎的发热，所以胎儿好像是在被烧煮般，备受各种痛苦。二，当母亲突然跌倒、行走、坐下、起立、转身时，胎儿可能遭受各种痛苦。当母亲喝了冰水、吃了热粥后食物、吃了咸酸的食物，胎儿就备受各种痛苦，这是怀胎之苦。三，如果母亲怀胎不正常，胎儿必须接受割切等手术，甚至堕胎之苦。四，在母亲生产时，胎儿头下脚上犹如堕入地狱般，必须经过狭窄的产道，从非常狭窄的产门出来，这是分娩之苦。清净道论接着提到胎儿出生后所受的各种痛苦，例如出生婴儿的韧皮在洗浴时背部视叉之苦，长大后的自杀、被针刺、刀割、火烧、被杀等苦。从以上的内容来看，清净道论在此所解释的生，并不只是前面所提到的对胎生的有情来说，生是指从头胎结生的那一刻起，直到从母胎出来的诸孕，而是从头胎之时直到死亡这一级生命名色五蕴所受的各种痛苦。依佛法来说，圣意的生是指投胎结生那一个的名色法五蕴，因此圣意的生仅一刹那而已，不会有所谓的痛苦。由于以生为基础导致随之而来的各种痛苦，所以称为苦。一般人认为生是从母胎出生时的诞生，而且一般人只看到胎儿从母亲的产道出来时的痛苦、哭泣，因此认同生是苦。然而，这只是苦的开端而已。第二节，老。老假啦，佛陀在《大念住经》等经典把老定义为，诸比丘，什么是老呢？无论任何有情，即在其有情的部列中，年老、衰老、牙齿损坏、头发斑白、皮肤变皱、寿命减损、诸根成熟，诸比丘，这称为老。在佛法上，老有两个层次，圣意的老是指变异、变化、变坏，另一个含义是指色身的衰老，这是一般人所认知的老。在阿毗达摩中，色法有色老性，其相是色法的成熟已老化，作用是接近死亡，导致坏灭。现其是虽然还没消失，但已失去青春心性，静音是正在衰老的色法。由于老是行苦和各种痛苦的基础，因此是苦。由于衰老者四肢五体松弛，诸根变丑，失去青春，体力退减，丧失觉知和正念，因此升起身心的苦，所以老是苦。第三节，病。病，病的巴利语关于生病一词还有吉拉呢、罗格、阿巴德和阿坦克。佛陀在增智部吉利玛南陀经开示过幻想时提到各种疾病，说阿难，什么是过幻想呢？阿难，在此比丘前往林野、前往树下或前往空闲处，如此审查此生时多苦多过患，在此生中会生各种病，诸如眼病、耳病、鼻病、舌病、身病、头痛、
耳病、火病、牙病、咳嗽、哮喘、感冒、烧心、发烧、腹病、昏迷、痢疾、剧痛、霍乱、麻风、疔疮、癣、肺病、癫痫、轮痫、疡、疥癣、抓伤、疥疮、血胆病、糖尿病、痔疮、肿瘤、溃疡、由胆汁引起之病、由痰引起之病、由风引起之病、体液失调之病、季节变化引起之病、由不当动作引起之病、突发之病、夜暴引起之病、冷热、饥饿、口渴、大便、小便。如是在此生随观过患而住，阿难，这称为过患想。生病通常会使人们带来身体的痛苦，若人们以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态度来处理，可能会带给他更大的心理痛苦。第四节，死，死 Marana。 佛陀在《大念住经》等经典把死定义为，诸比丘，什么是死呢？无论任何有情及在其有情的部列中，死亡、灭没、破坏、消失、世事、命中、诸运的分离、身体的舍弃、命根的断绝，诸比丘，这称为死。死是指有情众生以其生命命根的断绝。依照死亡的因缘，死可分为恒死、自然死、受尽死和福尽死。由于人们念着于现世的人事物，害怕未知的死后处境，因此对死亡产生了各种心理的痛苦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